我的天！看陈老板新式开锁的姿势，开开了吗？在坐车里头把房门再开开。不用进屋了啊！不用进屋了，不用进屋了啊！不用了，行，把车开到屋里去，不用进屋了。啊，看我的了，贴墙上，学壁虎了。好嘞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出来就湿了。嗯。这今天这雨下的越下越来劲，你说，行，等它小一会儿吧，它不的，越下越大。我说你看今天这个豆子多好，你就害怕到时候一刮风，全给你刮歪了。我也是这么担心的，咱家这个风太大了。它是为啥？是豆子地那个什么呗？豆子豆子地有劲儿。对。然后豆尖长得高，一刮风就刮倒了，是吧？对。头真是的。特别是下雨刮风啊，下点雨，它沉顶上，再来点风，一下就刮歪了。对，刮歪它就再长不起来了吗？就它起来了，它直不起来。我的豆子也没有假。嗯嗯嗯，也长多好些。嗯，但咱这个地方就春秋有风，夏天还行，没太有风。夏天还行。嗯，朋友们好，我是蜜蜂，今天我们还是风雨无阻啊，一定要上来打蜂王浆的。这个东西就是到日子就采，它不管你是下雨是刮风。所以必须得过来打蜂王浆，这雨太大了，现在屋里等着这个雨，看能不能停一停吧。穿的鞋出去就淋透了。不用穿的鞋就是，咱们就进来刮个屁了。别死了，你也不穿个雨衣。这家伙这几个人想要收拾我。对。你妹儿、你弟、你姑娘。嗯。你姐一回来。你俺们都姓程，你就不知道。我不要不叫你打好我这个虚，我吓着你。春天还不待见了。哎，小英、小程群这也要结婚了，收拾收拾，一个大事就完成了。你说的，你到时候怎么弄啊？嫁远了，离我远了，可咋整？那有啥的呀？远了近了的，现在远了也都方便。远了坐飞机、坐高铁，近了现在自己也有车了，近了就开车，那还不想啥时候回来啥时候回来，是吧？远了可不一样哦，你要是有点什么事儿的，俺也帮不上忙。家里有点什么事儿的，你回来也不及时。你说的，你这一到阴天下雨还愿意坏个肚子。搁家里头，你说师傅还能给你弄点啥？那么远了，怎么弄？朋友们，我妈现在就是看我三叔家我那个哥要结婚了，她又开始惦记我了。一会儿远了，一会儿近了的。你说近了，我要天天上你家吃饭，咋整？那我求之不得呢。把你养的这么大了，我还怕你吃顿饭？能天天吃？天天回来吃也高兴。那我结了婚，一会儿结了婚带俩，到时候有了娃带仨。带呗，你别闹。噎了，俺们吐着呢，不就吐个噎呢吗？越多越噎了。那我要是真上远了，咋整？那俺可能不能哭一溜一溜的。哎呀，肯定是把我们闪一下的。这不是说的光闪的事儿，担心呢。对。到远了，你说的看不着，成天寻思着这个那个的。你家里有点什么事能帮上？你有小孩的什么的，俺还能照顾照顾。你这要是远了可咋整？哎呀，真愁你。看看朋友们，这当父母的现在就开始惦记上我了。没事儿啊，是不是没有事儿？现在那个飞机呀、车呀、动车呀，多方便。他怎么他也不方便，车他玩意儿也得有时间啊，要命！哎，真的，丫头哈，找个对象比儿子娶媳妇儿担心多了。儿子娶媳妇儿娶回来，再好好带着就完事儿。你这丫头找个对象是真。真丑你，真丑你，那不是假的。其实老人就这么担心，就是个家人，总因为是小孩，这不放心，那担心。俺们在外都成年人。对，你其实跟外边一样，不清楚，但俺们来这里比嘛，哎呀，啥也不像，那也不放心。